成全，使著名武术大师王香斋先生集形意、八卦、太极及南北少林之精华，于40年代在北京创立的没有套路、没有固定招式的实战拳法，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和很强的实战作用。本拳自创立至80年代初，只在少数人中间流传。1989年，由王香斋先生之关门弟子王选杰及选杰先生之高祖张礼义等人发起，在湖南湘潭成立了王香斋大成拳研究会，王选杰先生任会长，发展会员5000余人。93年8月，经国家体育部门批准，更名为中国大成拳研究会，张礼义先生任会长。几年来，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48个，会员发展到15万余人，并且流传到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港澳等国家和地区。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，大成拳第三代掌门人、中国大成拳研究会会长张礼义先生亲自演练示范的技击教学录像带，本站桩、蓄力、步伐、发力、试身、推手、实作、膝桨来进行教学指导。第一讲站桩。站桩是大成拳的核心，在大成拳7步功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任何人体运动都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，肌肉收缩作用于骨骼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以骨骼为杠杆，以关节为枢纽，以肌肉收缩为动力，使人体进行各种活动。从事拳术练习同样离不开这个原理。要想通过拳术训练通畅气血、锻炼筋骨，求得健身与技击两个方面的效益，只有形体上的运动是不行的，同时只有精神方面的活动也是不行的，需要的是这二者的高度协调统一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站桩。下面我们学习站桩。一，养生桩。养生桩是意气力相互依赖、相互制约、动静相间、调整阴阳的整体活动。养生桩姿势繁多，有站式、坐式、卧式、半伏式和行走式等多种形式。在这里我们介绍站式中的浑圆桩。一，浑圆桩的基本肩架。全身自然直立，气静神怡，应代天覆地，与天地合一。头居人体最高处，为御身之主宰，不宜倾斜。周身舒展，唯有挺拔之意。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脚尖向前，不可前后参差。脚心含虚，不可吃力。臀部略向下坐，似坐高凳，膝关节微曲，小腹松圆，双手慢慢抬到胸前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脐，松肩撑肘，腋半曲，臂半圆，双手相距胸1尺左右，手心向内如抱球状，手指自然分开而微曲，指尖相对，两手相距2-3拳远，心窝微收，头直目正，面部似笑非笑，牙齿上下衔接，不要用力扣合，舌尖似顶非顶，呼吸自然，嘴微张，露一缝隙，以达到舒适为原则。远望前方景物，似有轻雾所遮，隐约可见，或两眼轻轻闭合，精神内敛，心平气静，
听极远处细微的声音，由近到远渐渐消失，这叫练神听细语。二，作用。此桩适合于没有任何疾病的人，它既使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和预防疾病、延缓衰老的主要方法，又是锻炼技击的基础和必然途径。通过这一桩式的放松锻炼，将拙力演变成活力，使全身肌肉细胞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，达到气血畅通、精神饱满、挖掘人体潜在能力的效果。三，意念。两手犹如抱着一个气球，若用力使劲，气球则会炸裂；若不用力，气球就会飞掉。即做到松而不懈，紧而不僵，松紧适度，恰到好处。四，对身体各部位的具体要求。头为一身之主宰，要求头要直，微向上顶，向要正，下汗要微收。目，目乃心之窗，藏神之所在，目要正，眼前视，微向上方，远望前方景物，似有青云所遮，隐约可见，这就是精神内练的意思。耳，心平气和，凝神静息，要用心去听，好像远处很细微的声音都能隐约听见。全论中凝神听细语的说法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口鼻，口微张，两唇稍露缝隙，似笑非笑，使面部肌肉感到轻松舒适。用鼻呼吸，做到匀细无声。如感到呼吸不适，可改用口鼻同时呼吸，要求缓慢细长，直至舒适为止。舒适以后再改鼻孔呼吸，绝不可为造作屏息闭气。齿，牙齿自然衔接，似咬牛筋，不可用力扣合。舌，舌尖微翘，但不抵上颚。胸腹，脊柱要自然竖直，胸窝微收，腰松腹圆。肩，肩要平，要撑，要松，不可耸，不可偏。臀胯，臀部如靠坐一高凳，不可坐实，若随时将高凳移开，仍能维持原来姿势。胯骨稍内夹，双膝微屈，稍前顶，同时有向上提缩之意。足，两足平放，足心自然形成含虚状，拇指有前指之意，其余四指似有趴地之感。以上要求不可执意去做，应在似有似无间去体察，在自然中慢慢形成，不能操之过急。二，技击桩。技击桩桩法很多，因为矛盾桩是练习大成拳技击最基本的桩法，所以在这里只介绍矛盾桩。一，矛盾桩的基本尖叫。两足呈少息姿势，以左势为例，
前足向左前方移出，距离约一脚，两脚呈丁八字步行，称为丁八步，又称半丁半八步。身体微斜，臀往下坐，身往后靠，两腿弯曲，前脚跟略离地面，膝盖前顶上提，后腿的大腿根部微往离裹，目视前方，两手抬起，曲肘环抱，肩撑肘横，左手五指分开，高度与肩相齐，右手在后，指尖向前，五指分开，略低于前手，两腿前虚后徐，身体重心略往后移，两腿用力为前脚三成，后脚七成，拳术中的术语叫前三后七。前手如盾，有撑拧裹提撞之力，后手如矛，有无坚不摧之勇，故称矛盾状。左手左脚在前为左式，右手右脚在前为右式，要领相同。二，意念活动。站桩时，设想自己的两臂两手，拉之不开，推之不动，砸之不落。练到日久功深，则进一步训练自己的神态，如捕鼠之猫，将窜而未动，欲扑而待机。设想在自己三尺以外、七尺以内有假想敌对自己做周旋扑打，自己仍以站桩姿势，以不变应万变还击对方。这就是拳术中无形似有形的锻炼方法，可训练击击时的灵敏性。三，站桩的注意事项。站桩的地方要求环境安静，空气新鲜，视野开阔，站桩时还要注意衣着大小合适，不饥不饱，避免强光照射和冷风直吹。第二讲，蓄力。蓄力就是将站桩中产生的力量在运动中发挥出来。蓄力的姿势繁多，这里介绍十种蓄力方法。一、勾错蓄力。其步法与技击桩相同，两手自然抬起，掌心向下，手指自然分开，略微弯曲而向前指，用身体推动双手向前推出，指尖向前，臂要随之而动，但切勿完全伸直，以防对方突然撞击。意念如同双手食指推动水中漂木，缓缓而行。当两臂快要伸直时，两手向内翻转，掌心相对，用身体将双手慢慢拉回，其动作要六，偏挂蓄力。下肢为矛盾桩，以左式为例，两手抬着右胸前，手心向左侧方向，右手在前，左手放在右手手腕内，侧左手腕拧转搂带，从右向左平行偏挂，待双手与左侧躯干平齐时，再向左偏挂，如此往返。请看练习。
七，挑卦势力。以左势为例，下居为矛盾状，两手下垂，右手由右前方从下往右上后方挑卦，左手由上往右下侧按压，上挑手高不过眉，下按手低不过脐，然后左手由右下侧向左上后方挑卦，右手由右上方向左外侧按压，如此往返。注意眼随手走，大拇指上挑。请看练习。龙形势力，下肢为矛盾状，双手放在左右两侧，然后右手抬起与颈齐，左手与胸齐，掌心向下，左手沿胸部中线做抓球状缓缓上提，右手从左手外侧缓缓下按，待到肚脐时再沿中线往上提，两手如此往返，其形如龙现爪，故名龙形势力。请看练习。九，穿裆脚势力。两脚前后站立，身体略向前倾，重心放在前腿胯部，后脚缓缓抬起，由裆内向前方蹬出，脚心向前，足尖回勾，腿与自身成直角以后再向外侧徐徐下踩，踩时脚掌平放，脚尖向前，当下踩将要接近地面时，以胯带腿，以腿带足，将此脚徐徐抬起，腿部逐渐伸直，待到此腿又与自身成直角时，腿部回勾，徐徐下踩，由裆内归回原位，如此做周而复始的练习。因此功法是脚从裆内蹬出，故名穿裆脚势力。练此功时要注意足部有蹬踢挂踩四种力量，此功对下肢力量的增长有极好的效果，可为击击时以腿或足的发力打下良好的基础。请看练习。十，猫洗脸势力。预备姿势与击击桩相同，两手自然抬起，以左势为例，左手与肩同高，左手稍高于后胯，后胯向前推，右手在胯的推动下呈弧形画向自己中线，高于鼻尖，然后沿着胸肋画回原处，同时前胯向后带，左手随胯向内画弧，再回原处，如此往返周而复始。意念双手各按一气球，从内向外画平原，体会人体与大气的阻力与地心发生争力，力求全身匀整，筋肉空灵，松和缓慢。请看练习。
注意事项：全身不能前俯后仰，前膝不能前后晃动。为了便于学习，特将头、肩、肘、手、膝、足等动作要求分别叙述如下。头，头居人体最高处，为一身的主宰，不宜偏斜，须头直向竖，略有上顶之意。四背绳提，要有领帅全身的意念。肩，肩为两臂的枢纽，两臂是否得力，全在于肩。肩松则臂活，而且力量呢，容易达于指端，利于肺部的呼吸。肘，肘要横，有时候呢也要垂。肘横就是肘要有向外撑的意思，只有两肘外撑，上身力量才能圆满无缺。肘下垂时有利于肩部的放松，也就是说呢，平时锻炼时要横肘，与人做拳时要垂肘。手，张手时手指微曲，才能够力达指端，变掌变拳有机容易，抓拿撸打才能得心应手，运用自如。训练时掌握这种手法，击击的时候呢，可以加大拳的弹力。胯，胯为上身之点，锻炼时必须做到紧胯。胯紧，上身才易放松，下肢才可能成为整体运动。胯不但要紧，而且要提，这在做穿裆脚试力时尤为明显。膝，两膝要微曲而上缩，可使腿部经络舒展，下肢力量匀整，抬腿进足才能与胯配合，形成整体之力。拳家常常注重膝纵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在实力中就应该形成这种意识。脊，脊是指颅骨而言，颅骨为中枢神经之壳，居人体之督脉，为上下肢体之枢纽。颅骨正直，可使全身动作协调一致，形成全身的整体运动。在发力之时，由颅骨的暂时收缩而产生的力量，必须整体之力。王香斋先生曾言：“力由脊髓发。”在视力中，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。胸，胸部放松，要有空洞之感，以使肺部呼吸通畅自然。胸部为人体上身的重要部位，胸部放松，身体其他部位就可以随之放松。视力时才能匀整自然，发力时才能力发脊髓。腹，腹部虽然要充实，但是不可妄作。胸松而腹实，如果有意充实腹部，其结果会使腹部成为虽实而滞的状态，从而造成身体不协调，影响全身的动作，使视力难以达到要求。足，足为全身的支点，犹如树木之根，前进后退全在于足部是否稳健灵活，视力是否得当，能否整体接动也在于足。只有步伐稳健，动作才能灵活，发力才能得力，在穿裆脚视力中体会尤为明显。身，在大乘拳中主张身形中正，不可前俯，也不可后仰，既不可左歪，又不可右斜。不论做何种视力，身形均为整体运动。正如王香斋先生所说的，一动无处不动，一静无处不静，这是做任何视力时都要遵循的原则。第三讲，步伐。步伐是一切动作的先导，
在实战中，双方始终处于动荡变化的状态中，必须依靠步伐来调整自己与对手之间的距离，以利于攻防技术的实现。其原则是上动下自随，下动上自领，在运动中始终保持站桩时所具有的平衡均整的浑圆力。大成拳的步伐分为摩擦步、三角步、畸形步等，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学习。一、摩擦步。摩擦步分原地摩擦步、活步摩擦步、摩擦步加势力三种方法进行学习。一、活步摩擦步。摩擦步是大成拳最基本的步伐，其姿势要领是两脚平行而立，类似立正，膝部略有弯曲，并有膝纵之意，身形中正，两臂放松，两臂左右分开，与自身约成60度角，两手食指分开，胸要微寒，背要微紧，气要足，心要静，头往上顶，臀部下坐，精神要舒放，小腹要充血。如此默立片刻之后，设想掌心如按两大气球，此时身体重心放在两脚掌上，然后将重心移到左腿胯部，右脚沿弧形路线平行地向前慢慢地移动，脚尖前指，脚掌落于自身之右外侧，两脚之间的距离为1.5脚，如此交替向前移动。在练习此功时，设想自己双腿在泥水中趟步而行，膝盖略有前顶之意，足尖应向上略勾，足心不可离地面太高，意念中似有阻力，要做到既沉稳又灵活，既连绵不断又松紧适宜。如意做后退练习，则可照此做还原动作，日久躬身，两腿两脚自有和大气产生摩擦之感，故名摩擦步。请看练习。二、原地摩擦步。所谓原地摩擦步，就是一脚站立原地不动，以另一脚做前后画弧的摩擦步，一般多以浮球摩擦步姿势站立，双手好像是扶着路边的矮墙，以一足站立不动，以另一足做前后的弧形滑动。其步子较一般的摩擦步可以稍大，但是形不可破体，左右脚可以交替练习。主要练习在一脚着地的情况下自身的稳定能力。请看练习。三、摩擦步加势力。所有势力都可以和摩擦步结合一起进行练习，这里呢介绍两种。一、勾错势力摩擦步。上下肢的要求与勾错势力和摩擦步相同，要求速度缓慢均匀，精神集中，力量圆整，上下协调一致。
二，猫洗脸蓄力摩擦布。上肢做猫洗脸蓄力，下肢做摩擦布。其要领与猫洗脸蓄力和摩擦布相同，其形态如空气中游泳。鸡形步，两脚呈稍息的姿势，左脚向前出一步，形成丁八步姿势，两腿略有弯曲，左手在前与自己头部相平，右手自然抬起放在腰侧，两手五指分开，掌心内吸，身体略成斜面，用右脚推动全身向前，使左脚向前迈出一大步，右脚紧紧跟随，脚跟微起，脚前掌着地，放在左脚踝关节内侧处，然后以左脚掌为支点，右脚前进一大步，左脚随之跟上，成原来姿势。后退时左脚后撤一大步，右脚紧紧跟随，前脚掌着地，脚跟微提，靠放在左脚踝关节内侧，如此反复练习。练这种功时，设想自身与湖水连成一体，我身动而水动，由慢而快，似水浪逐渐而高，又似水上旋风，但不可漏于形迹。练习时以胯带腿，以腿带足，步若鸡行，故名鸡行步。请看练习。三脚步，两脚平行而立，类似立正姿势，两手抬起，左手与头高，右手与肩平，两手心向下，两小臂弯曲，两肘外撑，左脚抬起，平行的沿45度角往左外侧跨步移出，脚尖向前，站稳以后右脚抬起，平行的沿45度角往自身右外侧跨步移出，脚尖向前。练习时设想于水中逆缘而上，虽有阻力但不能挡住去路，肩胯协调一致，动作稳健自如，既要连续不断，又可力量始终如一，最忌忽快忽慢，忽松忽紧，
犹如水中游鱼，平缓向前。此为进步练习法。如欲做退步练习，则可照此做还原动作。因行步路线恰成三角形，故名三角步。请看练习。三角步的变化，以左势为例，下肢呈矛盾状，左脚上前半步，右脚跟半步，左手迎面发出，手背朝前，然后左脚往左外侧右脚的平行线一步，两手做云手，右脚随即一步呈右势，右手迎面发出，手背向前，如此反复练习。练习时要有预定目标。请看练习。四，圈步，两脚呈稍息的姿势，两腿微曲，胯往下坐，胸寒背拔，头往上顶，略往左扭转，两眼平视左前方，左臂曲肘环抱护住中线，左手挺腕，五指略张，右臂放于身体右侧，肘外撑，掌心向上，五指向前，两手如抱一婴儿，左脚向右前方移动，脚尖指向左前方，身体重心落在左脚掌上，右脚抬起，沿着左脚尖方向移动，身体重心随之变化，右脚移至左脚前，然后用力扣步，身体以右脚为轴心向左扭转180度，左手随着身体旋转向左后方裹带，也可以更换成掌做消掌动作，右手抬起护住面门，头略往右扭转，身体向左，要领与向左时相同，日久躬身，既即使闪展自如，飘忽可知对方身后，圈住对方，故名忽圈步。请看练习。第四讲，发力。发力是站桩、蓄力、步法训练的综合体现，如果没有笃实的功力，要想学会发力是不可能的。发力分为定步发力、活步发力、
本能发力。一，并不发力。一，并不向前发力。下肢呈矛盾状，两手抬起平胸前，掌心向下，如勾错势力前推之势。后脚蹬地，催运身体前移，设想身体如铁锤，双手如钢叉，有锤打钢叉之意。要求发力前周身似松非松，发力时手好像碰在烧红的铁上，一触即发，一触即止。请看练习。步向下发力，下肢呈矛盾状，两手抬起与肩平，掌心向下，如波浪势力状，双手猛然下砸，头部上顶，一触即收。请看练习。三，定步向左发力。定步向左发力是横向的发力，下肢与矛盾桩相同，两手抬起与肩平，动作与偏挂势力相同。在向左右发力时，意念首先向与发力方向相反的一面引导，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，头往左看，身往左转，同时两手向左猛然撞击。请看练习。四，定步向上发力，下肢为矛盾桩，两手放前腿左右两边，大拇指上翘，指尖指向前下方，蹬后腿催全身，猛突抖放双手，力往前上发，一发即恢复原状。请看练习。向后发力，下肢为矛盾桩，双手抬起于胸前，
如勾错势力回拉之势，前脚蹬地，后胯猛然下降，双手猛然回拉，肘缩，胯部同时向后撞击，一发即收，恢复原状，以求再次发力。请看练习。